人们把上达西洋的海水和鱼搬运进海洋馆里。这里的光线、色调和置景组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们传递出了一种故事情节。鱼在这儿更像是演员，就像电影里的故事。这只南极企鹅被当作景观中的主角站在这里。当人把头伸进罩子里的时候，人也成为了景观中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观众拍照的最佳时机。在谷歌搜索伦敦海洋馆，你会得到大量的图像。如你所见，这些图像透露出了很强的野心。海一定是色彩斑斓的，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是观看与被观看的。广告如同赞美诗，即使人们身处在贫瘠的现实当中，也会铭记虚假美好的残影，冷漠地将破败置之一旁。这只被模拟出来的北极熊正通过一个摄像头观察着我们。Brighton， 英国南海沿岸，美丽壮观，浩瀚的不敢呼吸。目
鸣前来的人在相同的位置用相机留念，因为这样才可以获得和社交媒体上相同的图像。跟随着别人的生活，上传照片，成倍数的增加数据流，这一切用来作为美好生活的佐证。拍完照后，他们各走各的，不再联系。人表达情感的肢体语言如此相似，这是人的天性吗？沙土、海浪、悬崖、草地，它们是虚拟世界对于现实生活的预告片。